我们高雄市有两个族，拉鲁阿族跟卡拉卡拉夫道龙族，然后他们创立一个大满舞团，也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重回小林村的记忆》。原住民的族群在荷兰人进来，特别是汉人进来之后呢，他们受到很多的压迫。那么比较平原的靠近台南这边的族群，他们会往这个比较丘陵地、浅山丘陵去移动。那浅山丘陵的族群又会被压迫，往比较山里的地方移动，甚至会过这个中央山脉到台东花莲。所以，包括拉鲁阿族还有道龙族，都经历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的这个族群的迁移，才到现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就先介绍到这个地方。这个是我们整个族群大概开始去省思自己该不该自己算不算是周族。因为民国82年的时候，国家音乐厅国家剧院邀请了周族来做乐舞的表演。那从那个开始，老人家就开始把过去日本时代要我们停办的这个圣杯祭这个活动呢，把它重新再恢复起来，有些歌重新去摸索，然后去诠释，然后再组织。1993年的时候，三个州族的三支阿里山州族，还有现在纳马夏的嘎纳嘎纳夫，到我们桃园的拉洛啊，跳了属于州族的舞，才发现原来大家跳的都不一样，唱的歌。歌词语言也不一样，从这个成为了我们开始觉得我们应该是不同族的一个启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啊、那也因为他当谢垂耀先生当了乡长以后，他觉得他担任乡长，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说当时他1993年带族人去表演的时候，发现我们其实跟阿里山州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再冠上州族的名字。就当时刚好也是我新竹师院毕业回来教书的那一年，就接了当时叫高雄县州族宗亲会的总干事，他就开始鼓励我，给我一些资料，开始去找出自己的社会文化相关的文献去做一些比对。那刚好我在硕士研究的时间也刚好在写自己的族群的社会文化的研究，就发现原来我们跟阿里山的州族其实除了语言97%不太完全不一样以外，其实我们过去是战争，我们的族群关系是很紧张的，是互相猎人头的关系。所以互相猎人头的会不会是同一族，其实是可以看，应该不是不太是可能是同一族，因为不会去猎自己族人的头，一般都是猎族人以外的人才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啦。从这个开始，我们就试着找回自己的名字，但是老人家当时不太能理解说朝族、周族、拉鲁啊，或者是中文上还有叫沙阿鲁啊，沙阿鲁啊，哦，很多很多名字，弄得我们每次介绍自己都非常头痛。所以这个证明这一条路，我们是一定要往下面走的。我们要把自己的名字重新找回来，除了是对自己的族群认同之外，最重要的是也要让台湾知道有一个很独树一格的一个族群，其实它代表多元文化里面另外一个颜色，一个区块。经过不断的努力跟老人家沟通，我们在2014年，我们就是由当时的行政院来宣布，我们成为了现在台湾的第15族。你今天看到一个你认为假设阿美族的丰年祭，它并不是阿美族只有丰年祭，它只是最具代表性的。那为什么会大家的祭典都不见了？因为过去所有原住民的祭典都跟农耕有关系，因为我们不再种小米了，也不再种，我们的经济形态改变，所以这个农耕祭所有原住民的都不再举行了，最后只取了一个象征性，其中的一个对上天、对祖灵的一个祭典之一。所以好，那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精神象征就是圣杯祭。
那圣杯祭的由来就是跟几个神话故事有关。那过去我们每一个族群都有大洪水事件，对不对？那大洪水事件的时候，当时有三个兄弟跑到了玉山的山顶，那就是拉鲁瓦、嘎纳嘎纳夫跟咒。那因为大洪水事件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三个兄弟就开始往西、往东、往南迁移。后来我们就决定离开。那离开了以后，那个小矮人决定要把他们的圣杯送给我们，希望我们的族群可以继续，因为这个圣杯来让我们的族群可以好好的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就取得这样的圣杯。那其实我们的圣杯祭有两种，一种就是美龙社最后离开的圣杯祭，那个是小矮人亲自交给他们的。那还有一个圣杯祭是非美龙社的圣杯祭，也就是其他三个社先离开的圣杯祭。那所以我们的圣杯祭都会办两天，也许歌曲有一些雷同，但是它整个运作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舞蹈的顺序、走的位置是相反的啊。因为我们美龙社最后离开带圣杯来的时候，那个祖先说那个三个社的巫师就偷偷跑去偷了那个圣杯，他们也想有。所以这两个社很大的差异是说，有一个社美龙社是可以抛圣杯的，那其他的是不可以抛圣杯，他们的圣杯必须躲起来祭拜。所以这两个我们的虽然有圣杯祭，但是还是有两种差异存在了哈。那我接下来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圣杯祭的禁忌了。这个是有些都是非常有典故的啦。齁，第一个，男子聚会所，很多男子聚会所女生都不可以进去，整个记忆过程当中是不可以有以下的生理反应的哦，打喷嚏啊，或者是排气啊，或者是吵闹，你对于这样的祭典要非常尊重的，每一个族人都必须准时参加。好，那祭典期间那个炉火是必须一直在燃烧的哈，表示我们很兴旺不中断的概念哈。那再来，动物是不可以到祭场，包括小孩子不能吃鱼。所以你在我们参加我们的圣杯祭，你发现包括摊贩区啊，我们结合观光做一些摊贩，还有我们包括我们自己提供的餐点是不会有鱼的。哦，那我就简单来介绍我们六天的行程了。那我们整个行程第一个就会从接风跟迎神，为宣告主灵说我们要办圣杯祭了。所以在接风跟迎神这一个部分，在凌晨四五点是要一定要做的。好，那我们要准备的祭品一定要是半熟的肉跟内脏。好，那我们还有当时的小米，我们必须以这个为祭品，然后对主灵来宣告说我们要办我们的祭典了。那我们的祭典大概分为六天，那第一天很重要的，我们称为初祭了。那初祭里面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唱准备歌，所以有机会来我们圣杯祭里面，第一个所有的活动他每一个阶段重新开的时的时候，他就要唱那个马拉浪这首歌。那我的声音有一点破了，但是我试着唱看看给你们听了。这首歌是这样，马拉拉浪古比拉拉什马里嘎哟哦西吉亚那古吉牛巴萨马能马拉拉浪达拉伊提沙巴莱阿玛杜乌拉里拉里阿诶阿古。这首歌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人静下来，仪式要再开始了，服装整理好，准备迎接主灵跟圣杯的到来。所以我们六天的记忆，每一天的开始都要先唱这一首歌，就要告诫包括族人、勇士、妇女说我们的祭典要开始。所以这一首歌是每一天都要唱的，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第一天很重要的行程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叫祈求猎物。那祈求猎物，我们据说当时的主祭者他会手持茅草，那他会跟着四个勇士一起念咒语哦哦阿达达利威啦哦哦，因为我没有负责唱的，所以不太熟，我还没有资格到那边狩猎了。他的意思是说，我们
会有兽毛掉下来的意思嘛。那据说以前在做的时候，可能会有山羊的毛发掉下来，可能或三枪，那掉几根，我们今年大概待会的团猎季，我们就会猎到多少动物哦，大概是这样。那再来，我们第一天一定要唱最后一首叫《数人数之歌》，因为我们在禁忌里面规定，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到齐嘛，所以就会有一首歌要唱数人数。那这个数人数，从那个文学的讲法是，它有点像顶针的唱法。就是说你从零唱到一，那等一下是一唱到二，所以你第一句的第一行的一首歌会成为下一行的第一个字，哦，就这样顶针的唱法，是我们老人家蛮有智慧的一个编排乐曲的方式了哈。那第二天很重要的是吃猪祭，那第三个是请出背神。我今天特别介绍是说，我们圣背祭是有两种，一个是抛背神的，那一个是不能抛背神。那我们美容社是可以抛背神的，所以里面我们这个第三天，我们就要把背神请出来哦，来用我们猪的内脏里面的消化物跟酒一起来喂养它。那喂养它，它变红色了以后，我们就会邀请一个未婚女子跟主祭者一起来抛圣杯。再来，我们的就进行到慰劳祭。这个慰劳祭是慰劳主祭者，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仪式，就是说每一个勇士参加的，他必须捏一口小饭啊，然后来喂我们的主祭者头目，然后要倒一点酒给主祭者哦，因为我们正式完成圣杯。其实我们的圣杯的那一个祭备神的部分，在第三天就结束了。所以我们有一首歌叫米毒屋，它很长，但是它分为三天来唱，所以到了第三天就不会有米毒屋这一首歌了哦。好，然后再来就是驱魔祭。那驱魔祭就是我们整个祭典做完，然后圣备神也满意了以后，我们对于一年不好的事情，我们要在部落自己有一点像除伤，除去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第四天我们就会做驱魔祭。那我们很重要的驱魔的东西是什么呢？点火的箭，哦，射向东南西北四方，去驱赶那些不好的魔。那再来就是用弓去敲打每一个家屋。哦，如果有一些不好的灵在那个家屋，它会因为弓的关系，被弓给赶走。那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炭粉，白白的那个木材烧，那个也是在我们的族里面，它是那个可以驱走一些不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质了。就我们红梨是我们一个可以祝福的或者一个保护的一个植物。好，那最后我们要去团猎了哈。那就是说整个祭典完了以后，我们的祭品在祭典前的狩猎的东西大概也用完了，所以我们就会出去团猎。其实过去团猎的时候，它一猎到动物就要回来。那如果你是猎到人，就是非族人啊，其他的族群的，那你就要回来唱那一个猎手歌。那如果你是猎到动物，你要回来唱猎动物歌。好，谢谢大家。这个地方其实是我小时候成长的地方哦，就是小林村这样子。那其实如果你很多人其实对课本上聊到平埔族群，都会觉得说哦，平埔族群是一个已经汉化的族群，那他们居住的地方就是已经在平地。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刻板印象哦，就像很多现在法定原住民会觉得说，不要太把一些汉人的观点套用在原住民的身上，因为有些部分是你们的想象，不是我们真的在做的事情哦。那像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常常会跟人家讲说，其实平埔族群不是每个人都住在都市里面或者是平原地带这个地方。那像现在的平埔族群大概当代认同也差不多有10族、11族，那像大武龙族就是居住在高雄的南子仙溪流域的，还有那个老龙溪流域这两个区块哈。那其实从甲仙、六龟跟三连这三个区块，其实都是大武龙族居住的地方。那大武龙族其实也是分4个社群，
那我们有分为大耳龙头社群啊、二社群，然后还有一些盲阿盲社群，盲仔盲社群就是六龟老龙那边。那像三林就是萧里社群，那甲仙还有一个社群是加巴社群，那我们也是有四社哈。那像小林村就是大耳龙头社群这样子。那其实小林村的存在跟灭失，其实就是它的有跟无，其实也差不多短短100多年而已，它其实不是很老的部落。就我们自己去看文献啊，跟做耆老口述访谈去发现说，其实我们小林村会后来会出现这个村庄的原因，是因为日本人把我们集体统治在小林村这个区块，然后就把我们集体统治在那个区块。因为其实那时候就1905年、1915年的时候就发生交八年事件，那时候其实日本刚来接收台湾，所以其实有一些所谓的动乱啊，就是原住民反抗日本人的事件。那其实我们老人家也是讲说，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去日本人才把我们统治在吉村在那边哦。那其实早期的时候，其实小林还没有独立成村的时候是东阿里关庄，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那个阿里关，就是甲仙的阿里关哦。那是后来日本人把我们独立成一个区块之后，就变成他要集体去监视我们有没有还有抗日的行为，所以就是后来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小林村这个聚落。那其实在小林的地方，其实小林村这个村民的话，其实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就是当时统治我们人是叫小林，小林的警官是叫小林，但是其实我们老人家还有另外一个口述是说，早期小林村是一个小树林的地方，就是一个小树林地方啊，我们那时候是住在那边，所以他就用小林，不是大的森林，是一个小的树林的区的概念，是把我们就是把我们部落就是命名为小林村，小林这个名字哈。其实我们这些这11年来，其实也是从我们故乡子看着，就是我们的故乡从刚刚那个样貌，然后开始长出一些植物来啊，然后我们这些年其实也是有带着孩子回去种树，这个是旧小林的部落，就是原子那边。那其实这点我们也跟爱种树协会有做了一些合作，然后就是进到里面去做一些植树的动作。所以其实如果你听到我的分享，如果你真的有那个想法说哦，我们想要帮小林啊，或者是大耳龙这个族群做什么事情的话，我们也欢迎你们，就是在每年的8月8号的那个周末啊，就是我们部落有时候都会举办一些植树节，也可以欢迎大家可以就是报名参加，然后来部落里面跟我们一起种树啊，然后帮我们就是帮我们跟我们一起把我们的旧部落，把我们的家重新再把它重现回来。但是这张地图就是现在法定16族跟所谓的，也不是所谓的，就是原本就有存在的平埔族群的当代10族的一个样貌哈。那大耳龙族是在台南的西拉雅族的旁边，这里有没有看到？那因为他的那个龙是错字，所以我就直接把它拉出来写成我们现在我在用的这个龙哈，那个是这个龙是我们现在比较就常在用的这个字眼。那这样子，我们其实在荷据时代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着，那时候其实在荷兰人统治台湾西部的时候，台南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一跟那个新港社做一些连结，然后去征战各社的一些记录。那时候其实新港社人常常会跟荷兰人讲说，他们被荷兰人欺负的时候要逃到大耳龙社里面去躲藏。那其实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出现在荷兰人的文献里面了，然后荷兰人那时候其实有把我们跟靠海的西拉雅族做比较，那时候其实他们讲的一些文化的特征就是特色，其实那时候他们就已经很区别出大耳龙跟西拉雅族是完全不同两个不同的社群。其实在高雄的族群意识里面，大耳龙族是很薄弱的哦，因为其实大耳龙族的族群意识会萌芽的原因是因为小林这个事件，然后我们回去然后做这些族群文化复振。但其实这样的文化复振只有目前仅止于在小林会比较稍微成熟一点，但是你说在六龟老农或者是甲仙山林的大耳龙部落里面，其实在族群认同这个区块它是相对薄弱的。是大耳龙语区在17世纪以前它是怎么样分布的？那萧里社群跟大耳龙跟盲阿盲还有加巴社群，我们是在
什么年代迁徙到两溪流域，高雄的两溪流域的一个概况，我们都有稍微把它分出来。那像阿里关小林，就是我们刚讲到龙头社群啦、你在西大雅族，它可能就是教卫系统，所以你在木栅的照片里面看到他们穿的服饰啊，都好像有烫过，有没有？就完全全新的服饰，所以你真的有去比对过大龙跟西大雅的一个当时汤姆森的照片里面，你会发现说居住的地方跟可能一些生活啊，跟那个环境可能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可能信奉教会系统，它的物资会比较充足，它的布料会比较多。可是你像在大龙族的话，可能好像就是穿很久啊，然后皱掉了这样的一个的服饰的呈现了。那一些服饰的呈现上，其实我们跟西大雅族会呈现不一样这样子。那这个是在日据时期的时候，钱准惠伦老师拍到的大龙族的传统的祭典哦。根据以前的资料显示，这个地方是甘尼，就是现在讲的烟耳社的地方。所以在早期的时候，日据时期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一部分的小林村的大龙族，就是有被集体迁到那个四社，就是拉鲁阿族的传统领域那边的社群里面，然后去进行一些可能就住在那边，所以会有一些可能会有通也不一定之类的啦哈。但是这个地方是确实我们自己去看那个山的走势，它不是小林的山。那有学者说那个这个山是属于烟耳社那边的山脉的一个形的样貌这样子。那你像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开始有像左边这个图的第二张，就是女性穿的是有披风的那个图文的那个传统服饰。那右边就是第三个年轻那个男人，他就是有一些绣花的头饰。那像这种绣花的头饰，其实有绣花的头饰，其实在我们现在的阿里关的部落还是找得到。我们就有去看到以前的那个绣花的传统服饰哦，还是留着哦，留很多哦，所以也是就变成我们这几年在进行一些刺绣的附赠的一些依据这样子哦。左边这个是我们加拔社群的那个卜阿廖部落在甲仙那边最早期的库巴的样貌。那这个部落很特别，这个部落是目前唯一一个大龙族部落，他的祖灵有七位，然后他们在讲说有拍到有点类似背神的那一种玛瑙珠。那像我们会讲，我们其实大龙族有两个祭典，一个是开箱，一个是进香。那开箱的话就是农历9月15，那进香的话是农历的3月15。那进香跟开箱之间的差异就是，农历3月15到9月15之间，就是我们所讲的进香期。那时候雨水比较充足，然后动物也开始繁殖，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大龙族就是会进行这样的一个进香的规范，就是希望说族人可以从事一些农作，然后也不能嫁娶啊，也不能盖新房子这样的一个行为哦，那就乖乖的工作啊，然后等到进香就是开香的时候，农历9月15的时候，就是禁忌解除的时候，你再开始。就是结婚娶妻生小孩，然后盖房子，然后也开始举办祭典哈。我们这几年也是透过一个传统的口述访谈呐、然后去开始找到说，哦，我们400年前有一个传统的作物啊，然后就是一直跟我们活在一起，就是这个高粱，我们称为达捞。为什么会出本那本书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在透过口述访谈的时候，发现说，原来这400年来我们的祖先一直很用力的在活着，不停的在迁徙，但是也不停的在跟这块土地一起活在这个当下哈，不会因为说我们今天被怎么样，然后就放弃了未来，然后去努力活着这样子哈。后来我们就把透过传统访这个田野调查的一些很多的传统的植物啊，从原来的部落旧部落里面去采集回来，然后就拿回来种在现在的日光小林二村的永久屋。你可以从我们的导览员里面，然后去从他的一些植物的知识里面，然后去谈到以前小林村，我们在小林村的一些生活的样貌，然后我们祖先怎么跟这个植物的一些情感是怎么样一个流传下来的。到了民族植物园的原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希望把分享这个文化留下来，留在部落里面，有种一些作物，
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概念的时候，让我们的孩子去了解到说，哦，原来我们祖先早期有这样那么重大的一个分享的文化，希望他们不要把这样的一个那么美好的文化给遗忘掉，这样子哈。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阿基进，就是渔猎文化。那其实我们部落里面，其实在做一些部落小旅行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人带到河边去，因为其实我们跟河流很亲近，我们就是会带族这个游客去跟祈祷去山上采一些黄藤，然后去采竹子，然后去教他们怎么编传统的渔猎器具，然后隔天的话就会把人带到溪流那边去玩水，然后去搭一些早期我们怎么去做的一些渔猎陷阱的设施这样子，然后去透过这样的一个小旅行的一个旅游里面，让他们去学习到我们部落的一个早期的传统文化。其实在做文化复振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担心说，当代的这个社会跟我们的孩子他会不会受到当代社会的影响，然后去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哈。但其实没关系，我们就是当下做的就是一直去做，那以后孩子总有一天都会看到我们做的一些资料啊，那可能在某一天也会有另外出现那样像我这样的人，或者像我表哥那样的人，然后去继续去做这件事情哦。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文化就不会流失掉哈。那我们其实这十一年其实就很相信，就是我们只要我们的库巴，就我刚刚讲的我们的祖灵屋还在的话，还有我们这群人还在，我们的文化信仰就是不会消失掉哈。所以其实语言跟信仰的话，其实对我而言都是一样重要，等同重要的哈。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就到这边结束了哈。谢谢大家，谢谢。